Welcome, everybody. So we are starting for this new panel with some questions and also we remark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aid in the previous panels. We are halfway through the 2030 agenda approved in 2015, and we have to remark that with respect to several of the 17 SDGs, we are off track. So, one of the topics of our discussion today could be, can AI be used to scale up the UN 2030 agenda? And if AI can serve in that sense,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UN to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an instrument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In fact, we are now at a second step of AI, that is a generative system that reshapes the idea we have of a human as the only agent of the ecosystem. Now we are definitively understood, realize, we are conscious that there are autonomous agents. Autonomous artificial AI agents that operate with us humans. That's what the Italian. 它是可以独自行动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耶鲁大学，他现在之前呢是在牛津大学工作，意大利的一个哲学家，他呢曾经说过，就是说。 人他不跟过去一样是处于正中间了，但是这个关系还是处于正中的，所以人与其他的这些的关系相联系的一切的这种关系呢，都是值得乎我们关注的。我是一名记者，来自。 意大利国家电台在过去几年呢，我也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公司部门的行为者。上周我见了两个人，给了我很多的见解。你比如说，要打造一个定制化的这样的人工智能。 他叫 Murray Hoffman， 他已经离开了 OpenAI 的董事会，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一个新创公司，叫做 Inflection AI。那这个呢，也会是我们的一个工具，未来是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个呢。 就是 Leon Pinta， 那他认为呢 ，AI 它可能会就是不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是公司部门的代表都有，像这样的对话非常的必要，而且呢是十分关键的。 技术发展的。 这发展的前十年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年都会说所有的技术都是中立的，可以用于行善，也可以用来行恶。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我们再来引用，就是刚才这位哲学家他讲的，我们现在要用它来行善。 而且呢，就是从本质设计上来讲呢，就要用它来行善。我们现在呢，也是就来讨论啊，我们 WSIS 20周年在这方面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很多重量级的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呢是Doreen Bogdan Martin， ITU 的秘书长啊，还有呢就是来自。
庆应艺术大学的特聘教授村井淳先生，还有呢是Sinkami 女士 ，ICANN 的董事会主席，以及来自联合王国的数据与数字基础设施部长Whittingdale 先生，还有来自Orestia 的首席执行官 ，ICC 董事会主席。Gaza 女士，还有来自挪威的地方政府与地区发展部部长，以及来自进步通讯协会的执行董事 Ramino， 欢迎各位。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20年 ，WSIS 取得了哪些成功？其多利益相关方的性质对这些成功又做出了怎么样的什么样的贡献？非常感谢 Barbara，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老朋友 ，WSIS 以及信息社会的老朋友。2003年有多少人参加了 WWIS？ 05年呢？我们讲到这个关键的成功的因素啊，就还是来自于大家的决心，在座的各位及线上的各位的决心，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程序，03年就确定的这样的一种性质。我觉得我们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打造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框架，现在依然适用。尤其你看，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生成式的 AI 出现了，它依然适用。WSIS 它应该是一个最全面、最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03年、05年都是如此。我们政府部门、私人部门、联合国的机构、民间社会、学术界都参与进来了。这样的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参与形式，让我们03年、05的会都非常的成功，而且现在呢依然在走强。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一点。再讲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社区的这样的社群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看到我们的 WSIS 的这样的奖项的获得者有很多就是最低层面就是草根层面的这样的这种交流呢也在蓬勃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大家骄傲的地方。谢谢。村井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20年前 ，WSIS 开始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探讨。回顾过去20年，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只有6%的人上网，现在超过70%了吧？60-70%可能。从6%。涨到了70%，这样的激增。互联网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包括电脑、网络、数据、数字，这些都是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普及。包括刚才讲到了 AI，AI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基础设施。像如果说没有像 IGF 这样的开放式的平台，我觉得是不可能人类有这样的成就的。第二个问题，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方式是如何奏效的？你看，从6%从增长到了70%，它这个参与。你知道我们在创建互联网的时候是为了自己来创造的，但它也是现在为所有人创造的。现在它的多元化越来越强，有不同的这样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程序都是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这都是背后的成功的秘诀之所在。非常感谢。
Singha 女士，非常感谢，感谢邀请我参与讨论，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2003年到现在20年，我觉得是见证了我们的发展。你看看人类发生的这样的变化，现在互联网的这个普及度非常之高，现在有50亿人上网，几十亿的设备都联网了，都是在过去20年实现的。你再看一看消费者的技术，智能手机，这都是在过去20年发展的。而 AI 这样的一个产品啊，也就是在1年多前真正发展的很快，那就是我们现在多利益相关方的形式都能够发生，让我们能够打造开放的标准、互操作性，还有开放的标准，这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能够让多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进来，加入我们信息社会的建设当中。谢谢 Goldspeak 先生。我首先要感谢您的邀请参加今天的讨论，感谢我们日本的主办方。刚才三位同事的意见我都赞同，确实啊，过去20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3年互联网刚刚诞生，那会儿的这个网速啊，跟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相比，包括它的这个普及度也是现在它是我们生活的息息相关的一个部分。我的孩子出生以来他就没有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这样的一种阶段，但是现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2003年我们就打造了一些原则，非常的重要，它现在依然适用。就像刚才的同事讲到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能够让我们博取众家之所长，把大家的观点都吸取进来，就是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学界、民间社会、企业界等等，把观点都能聚合在一起。这对于互联网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说到 IGF， 它的这个重要性啊，真的是与日俱增。我们要继续努力，尤其要采取行动。根据我们的这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它现在依然非常的适用，能够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我们想要的、我们期待的互联网。Gilton 先生，非常感谢。首先呢，我要感谢邀请我参与这个重要的小组进行讨论，我也想要衷心感谢日本政府组织召开此重要的会议。WISIS 的一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叙事方式。其中的一个政治意愿呢，就是要我们打造一个全球联网的以人为中心的数据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与此同时呢，WISIS 它也打造了政策框架和导则，来帮助我们来打造包容性的、负责任的ICT 技术的使用。我们呢，可以说打通过这个 IGF 呢，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来实现 WISIS 的目标。很多这个 WISIS 的社区呢，也都非常的活跃，参与 IGF 的活动，而他们的这种积极的参与，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快的发展。而且呢，联合国的体系也是利用 WISIS 的基础来打造这样的合作的平台，包括我们用到了很多的联合国的机构，UNDP 啊、ITU 还有 UNESCO 等等，还有贸发会等等。Jasmine 女士，谢谢。大家好，我想强调两点。WSIS 它是全球数字社会
政策的基础。之前我们说是信息社会，我们也讲到了有十个行动线路，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在日内瓦制定的，就是要把数据技术纳入不同的这样的行业，这样呢就能够带来机会，让我们能够多元化的让多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尤其是民间社会。我记得当时2003年、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大家都非常信任，或者说是都非常期待信息社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团体都能够参与进来，希望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以及打造政策框架等等。我觉得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大家都讨论到了这个原则，还有就是 WSIS 的这样的参与的原则呢，这就证明了就是只有合作伙伴关系和协作它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得以提升。最后呢还想要再讲一点呢，就是说这些原则它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平等的去适用，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们它有的地方适用的还不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呢我们需要提高它的适用度。在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困难，所以说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决心达成更多的共识。那我们从WSIS 和 IGF 当中呢获益非浅，我们知道这种有意义的这种民主化的这样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不管是从各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持包容性这是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在未来2年、5年呢也要继续进一步的来继往开来往前推进。那 WSIS 的程序的主要的挑战是什么？我们需要打造什么样的程序提前来进行准备，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庆祝20周年之际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好，感谢你的提问。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挑战之一呢，就是在解决问题的答案当中呢，本身又存在问题。首先，我们在立法和出台规则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呢，我们针对的互联网的层次却不一定正确。互联网的底层的基础架构应该是非政治化、非政治化的，因为这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是为全球服务的，然后在上面才是应用程序这一层。所以现在我们想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解决的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却去瞄准它的底层的基础架构的话呢，这样的做法本身是成问题的。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讲到了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当然互联网治理模式必须要保持它的稳健，要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此同时呢，互联网仍然要继续增长，这个必要性也是存在着的，虽然我们要对它进行更好的治理。目前呢我们也在提问，就是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是不是能够奏效，多边主义是不是能够奏效。我担心的是呢，我们有可能会忽略掉很多的声音。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把不同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把社会的方方面面汇聚在一起的模式。那么这样呢，只有多利益相关方主义才能够催生最优的解决方案。那这我当前的一个担忧呢，是我们如果盘点过去20年的成败的话呢，我们也要充分的认识到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在互联网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好，阿葛，您如何看待我们
接下来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计划。首先呢，国际商会 ICC 代表了170个国家的4500万家企业。ICC 是企业提出他们的见解的一个，从2003年、2006年来，一直是一个吸取企业意见的中枢，而且我们也是用最广泛的跟进程序呢，来听取企业的心声。2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雄心壮志，就是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信息社会。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像日内瓦行动计划等等，是旨在打造一个真正的全球意义上的全球互联网，能使得某一个人受益于其中。而且呢，我们在塑造信息社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呢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但是目前仍然有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那今天呢，仍然有26亿人没有办法上网，而且呢，有一些能够上网的人呢，或者是付不起钱，或者是上网的技能不足，或者是文化上的障碍，不能够有效的上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我们身在其中的事件，从2003年以来就发生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在治理方面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挑战。然后呢，互联网的治理政策日益碎片化，而且我们看到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数字化技术呢，越来越多的在超越互联网。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已经走过了很多年的历史，但是仍然没有普世的加以推进。而且呢，多利相关方模式呢，并没有在互联网治理的各个层级当中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呢，我们在进行互联网治理的时候呢，既有监管和法律的层面，也有多利相关方合作的层面。Ramelo， 谢谢。Ramelo。我们刚才讲26亿人没有上网，仍然没有能够有效的上网，这是我们碰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那也就是数字包容的缺失和数字鸿沟的存在。我认为呢，数字技术能够赋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看重视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实现对于所有社区的数字化技术的包容性，会增进不平等，并且呢，使得随着消费的不合理呢，使得全球的环境危机进一步的恶化。要帮助我们必须要在数字化当中呢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要让各个地区各个人群各个男女性别都能够充分的受益于其中，这样才能够促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的实现。另外一点呢，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一致。WIS 的目标呢，是要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信息社会，这是任何数字化进展的出发点。在2005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讲到了要确保全球的可负担的互联网的接入。互联网呢是一个开放的可以接入的全球的公共平台，不能够应该有任何歧视，而且应该作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来加以管治理。那么 WSIS 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必须要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呢，它是一种全球公共资源，而对于这种资源的治理呢，必须要建立在国际公共利益的原则和国际人权治理的标准之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确保相关的企业能够对它的进行问责，将数据视为公共产品，并且进一步的投资于公共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一点，我们也希望有关各国政府呢，在监管方面呢，要避免歧视，从而对于产生危机的时候，对于公民个人产生伤害。与此同时呢，也会影响社会服务的交付。
我们也必须要充分地发挥数字化技术的潜力，来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和经济体。谢谢。我们，我想问的是呢，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呢？好的，那么回顾此前的发展呢，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我们没有预测到的科技的进展。2003年到2005年，我们当时主要是在谈，就是当时社会呢还没有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像推特啊、Facebook 还没有成为主要的社交媒体的工具。那么今天我们在越来越多的讲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带来的威胁的时候呢，我们在2003、2005年无法预料到这样的威胁。后来呢，技术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特别我们之前一段会也讨论了生成式 AI。对于这些发展呢，监管机构、政府以及政府间的机构，要想与时俱进呢，都遇到了困难。但是，WSIS 的框架仍然提供了我们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正确的框架。网络安全，在2003年、2005年我们就已经想到了，但是啊，在网络安全领域，我们2003年、2005年也无法预测今天网络安全方面的威胁是如此的广泛，人们对于网络威胁的担心像今天如此之大。实际上网络攻击的数量呢，每年同比增长80%，这是令人警醒的。我们也要加大我们的投入和资源。在 WSIS 来到20周年之际，我们很多代表也讲到了数字鸿沟。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来缩小数字鸿沟，但是呢，人类的1/3仍然无法上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态。我们必须要让整个地球都能够实现至少是3G 和4G 的联网，但是今天呢，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让仍然没有能够上网的人们尽快的能够上网。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在考察挑战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当年设定的目标，并且在这样的框架中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实现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学校到2015年之前都能够联网，但是这个目标错失了，没有实现。我们在回顾这些所有当年这些目标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在展望未来，在我们来到20周年之际，特别是全球数字化契约，我们的两个主要的促成方也到场了。为什么有一些目标没有实现？然后呢，找到经验教训之后呢，我们能够尽快的实现这些目标。谢谢。是的，网络安全现在已经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了，特别是随着量子计算的到来。Sijun， 是的，我也同意，来自于挪威啊。那么数字包容的数字化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推动数字化的转型。首先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确保互联网能够有效的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益处，能够助力于增长。那我们能够做到这点的方式呢，是我们要把WIS 的发展的进程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比方说让所有的中小学实现联网，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益处。与此同时呢，也要在医疗卫生事业当中呢，更多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诊断、远程治疗等等，更加有效的交付医疗卫生的服务。那么这些呢，都是互联网能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益处。我们要确保呢，我们要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呢，充分融入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的过程当中，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全球能够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展望未来，共同来畅想一下，我们如何来解决 AI 的复杂性和快速的发展带来的技术上的
挑战，比方说在量子计算时代的信息服务的安全，以及生成式的 AI 带来的影响。从用开始，好，讲到这儿呢，我有从两个角度来看啊，来讲技术和技术的利用。首先是 AI 技术本身，以及接下来是以 AI 为基础的延伸技术啊，因为这两类技术呢，对于未来的人类社会来说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你刚才的问题是 AI 技术的复杂性带来的影响。是的，这些技术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都很难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来发挥工作，它的工作的原理，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怎样来配合，AI 需要哪些基础设施来支持交付 AI 的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像 WSIS 这样的一个进程，能够推动开放度、透明度，以及标准的制定。如果技术仅仅是像一个黑箱子、黑盒子一样，实现闭环的这个自我循环，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景。我们一定要实现技术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这样呢，我们就需要用全球的国际的标准来对之加以治理。不光是 AI 了，还有其他的 AI 相关的科技，也都同样适用这样的一个道理。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 AI 的使用和应用，那么当AI 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能够介绍的服务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在谈论 AI 了。AI 会不会夺走我的工作啊？会提这样的问题。AI 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极的影响？那目前呢，我们只有AI 是开放的，以及有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我们才能够化解这些忧虑。所以呢，考虑有鉴于此啊 ，WSI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感谢村井淳教授，然后接下来 Maria、Fernanda、Gaza， 您觉得对于越来越复杂的技术世界，我们有哪些解决的方案呢？WSS 并不是局限于某一种技术的，我们在技术上是中立的，并不是聚焦于哪一类技术。WSS 呢是具有普适性的目标，并且呢提供了一个工具箱，通过这些工具呢来解决技术带来的挑战，同时呢让每一个人能够去分享到技术能够带来的巨大的收益，同时也鼓励进行国际合作，多利益相关方类型的合作，同时呢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讨论，来交换先进经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20周年啊，这个工具箱推出到现在20周年了，出现了新的挑战。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回答好的问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行之有效地利用了已有的工具，比方说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多用性的工具在我们的工具箱当中。所以呢，我们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方案不能够是支离破碎的碎片化的，各种政策必须要发挥出协同效应。我并不是说要把要去发明新的工具，而是要确保现有的资源和工具呢具有互操作性，彼此之间具有兼容性。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多利益相关方对话，围绕着 AI 的对话，使得经合组织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 AI 技术的原则。与此同时呢，企业界仍然在贡献他们的专长，通过标准化，通过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和学术研究，和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努力，来制定基于 AI 的行为准则。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倡议，无论是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还是多利相关方模式，能够把这些方方面面的努力聚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在这儿召开 IGF， 来确保在对于互联网的治理当中呢，我们可以把不同方面的力量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呢相辅相成，互相增强。谢谢。Sipion Guestwick，
谢谢。新兴技术，例如 AI， 能够帮助以比以前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且呢，并帮助我们找到新的方法。但与此同时呢 ，AI 也带来了显著的挑战，并且带来了伦理上的两难境地，这我们也是必须要充分注意的。WSIS 已经促成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和对话，来探讨如何治理人工智能。WSIS 呢也应当进一步的将 AI 以及 AI 相关的技术和话题呢融入到 WSIS 的议程当中。以人为本的信息社会，是对于现有的国际围绕着 AI 的国际讨论的一个有益的补充。WSIS 也认为呢，这些技术也应当去增强人们的权利，而不是限制人们的权利。多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的聚合，在讨论 AI 技术的过程当中呢，现在变得更加重要。通过 WSIS 的论坛以及我们今天召开的 IGF 之间的协同效应呢，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人们对于AI 的认识和知识的普及，同时呢理解到其中会带来的伦理道德以及社会上的影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技术专家的更加深度的以及研究人员的更加深度的参与。我们现在看到数字化技术在继续的发展和演进，我们也要需要通过这些进程带来非常有价值的洞见和指导。您刚才已经很好的为我们归纳了过去，那我们展望未来，您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我觉得 WISIS 还是与时俱进的，这个框架依旧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回头看一下，今天我们讨论的核心的东西，尤其涉及到 AI， 像道德啊，已经成为这个 WISIS 框架，还有安全 C5 啊。还有这个错误信息都在里头，还有这种赋能的这个框架能力建设都非常重要，我们要继续的前进。展望未来的时候，2003年那时候世界领导人通过了日内瓦宣言成果，那么但是呢，我们与时俱进，WISIS本身也应该是个不断演变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使这个平台呢保持开放性、包容性，继续打造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个流程。下一年呢，我们跟 UNDP、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联合国机构，我们把这个WISIS 跟这个 AI for Good 这样的论坛，大家其中也有十几个联合国机构参加，一起来开这个活动。然后呢，在2025年搞这个 WISIS 加20，然后明年搞的这个活动，也会涉及到这个全球数字契约。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实现2025年目标的一个重要的跳板。IGF 也是 WISIS 的一个重要成果。那么你觉得，这个 IGF 在 WISIS 框架里头它的价值和作用？IGF 呢，是一个对利益相关方啊。我觉得是一个合作非常好的平台，而且呢，促进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
还有这个研究部门之间，还有技术社区之间，以及私立部门讨论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它是一个包容的流程，基于这些原则，涉及的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打造一个数字的未来。重要的原则包括，比如说促进开放、包容、以人为本，信息社会。IGF 呢，正在把这些重要的原则变成具体的行动和现实，而且呢，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机构，而且呢，它的决定或者监管是没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呢，使得我们用开放的方式来进行讨论，不像那个正式的讨论那么生硬和有约束力。Maria Fernanda 女士，这个您觉得这个 IGF 的作用怎么样？那么 IGF 呢是非常珍贵的，把多利益相关方和社区呢放在一起，分享这个技术和思想，而且促进相互操作性，容纳各方观点的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方，涉及到各个利益方，也还有全球的数字社区和经济，因为它是一种由下朝上的模式。我也是这个论坛的领导人之一，我们相信啊，这是 IGF 独特的作用，应该充分利用在国际级与决策，无论是决策的机构或者是一个咨询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领导人要确保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台，而且呢，尤其是被那些决策机构熟知。那么我们主要是在那些决策机构起到一种桥梁作用，这样的话呢，让它能够促进在最高层次做些政治的决策。所以呢，在这个地球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进一步能够扩展它的过程，提高效率，而且呢，能够进一步搞一些后续的活动。Whittingdale， 英国的代表。我觉得 IGF 啊，可以说在互联网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它应该继续发挥作用，尤其在2025之后。我是英国政府的部长，因此呢，我意识到政府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呢，我们也意识到那些负责开发技术的企业，他们必须要发声。还有这个互联网的用户和受益者，主要是由公民社会代表的，也要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呢，这三方能够一起来合作，搞一个整体的架构非常重要。同时，我们要确保要继续那些其他的利益相关方来参与。那么，国家机构、地区机构。然后呢，这个使用者，这个就是还有国际青年论坛也要发挥作用。它应该是一个包容的过程，所有的不同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坐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来讨论他们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大力支持 IGF 这个概念，我们希望它将。到现在为止非常成功的角色呢，以后要继续下去。Shruti Sinha 女士，听起来可能是比较重复，但是我完全同意以前的前的嘉宾说的，也就是说成立致力于这种多利益的相关方，要包容不同的意见。那么当我们考虑到这个
多方利益的声音的时候，往往会搞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应该让社会各界的代表一起来搞一个很好的结果。那么我们技术是为人开发的，给他们带来价值，而且成为这个成为政策的一部分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 ICANN 呢非常重视 IGF。 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了，我们坚决支持它。我实在看不到其他任何的方式，因为涉及到这个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这个造福80亿人的技术路线了，所以我完全同意我同事的意见。所以呢，那么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刚才这个英国部长，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这个村井淳教授，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 IGF 的价值。2007年，那时候发明了智能机、智能手机，投入了市场，所以呢，可以考想象一下啊，移动互联。给这个知道没有互联网不可能有智能机啊，所以它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还有企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的作用在与时俱进。所以呢，这种开放啊，多利益相关方都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70%还没有人，70%已经上网，但是呢，要全面覆盖的话，还有30%没有上网。所以呢，包容，包容普惠，我想这对互联网发展非常重要。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是，就是有关这个关键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有什么呢？比如水啊、氧气，还有其他一些环境的，还有包括气变，都是对人类重要的话题。然后，提供关键设施的技术。互联网呢，包括网络、计算机、存储，还有电力，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最近世界上在环境上很多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关键的对人的生活，对所有的人的生活成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所以呢，我们必须以人为本，尤其讨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尤其在今天。 Chat Versia Pamilo 女士，我想其实大家都说了这个 IGF 的价值和作用，我想强调的是它非常重要，而且应该加强，就是2025年之后它的职责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不光是我们这种国际论坛，还有很多很多地区性的国别的论坛都在开，所以呢，涉及面非常广，而且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而且涉及到不同层面的参与。所以呢 ，IGF 确实呢有关，根据 WCS 有关行动纲领，催生了很多的思想。我们
无论是社区连接啊、互通互联啊、男女性别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参加，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对话，可以帮助推动信赖和信心，而且呢，也因为成为决策的一部分。所以呢，讲到这个论坛啊，这个确实非常重要。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跟2003年 WSIS 有关的，也就是说，差不多20年以前，在突尼斯，那么有关性别二三段关于男女平等几乎没有被包括进去。但是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它保留下来。我们呢把这个段落放在印在我们的身后，我们的T 恤衫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突尼斯这个段落这个内容啊，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那么大家呢都在强调这个问题，男女平等啊，它应该放到所有的相关的问题中去。昨天在IGF 简一，我们讲到社区啊、公民社会啊、政府啊，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的里头，也要包括男女性别和家庭方面的内容。所以呢，我们需要扩大其的内涵，然后呢，促进这方面的变革。所以呢 ，IGF 非常管用。所以呢，我们在京都开会，我们希望搞一个我们要的IGF 运动，这也是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基础上。希望呢，在尼日尔到时候开的会也会这样做。好的，谢谢。我想大家都有共识的。我不想重复大家已经说过的。那么国际电联，我们一直支持 IGF。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合作伙伴。我们将期待着进一步支持。Chairman， 刚才你讲到这个数字鸿沟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鸿沟啊一直没有减少，我们一直在现场讲。我们希望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场合一直在继续填补这个鸿沟。我在纽约参加联合国的大会。Madam Albright 其他人他说没有联合国也发明一个，所以呢我要说同样的话，如果没有 IGF 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打造这样一个机构来做这个事情。好的，我们还有一些 Stephen Snow， 他是德国的这个数字和交通这个部的国务秘书。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谢谢 IGF 家庭啊，我非常荣幸加入大家在这里发言。大家所说的我大力支持，确实非常重要。刚才你说的很好，如果没有 IGF， 那么你要一定要创造一个，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尤其是加二十。WSIS 将二十，那么你知道这个二十年创立的时候，它是一个地标性的事件，也就是说，来自不同部门的，无论是私立部门的，或者是研究部门、技术企业，第四个我忘了，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来自不同国家175国家来讨论互联网治理，
采取了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非常好，我们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德国政府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我们将竭尽全力来确保我们在未来继续使用这样的方式。确实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19年的时候，我们非常荣幸在柏林开了 IGF 会，4000个人与会，讨论了很多的挑战，尤其在互联网这个领域，但确实出现了新的挑战，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社交媒体啊，还有那些仇恨言论啊，还有这个错误信息啊、虚假信息啊。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些挑战，怎么样找到解决方案呢？唯一的方式就是采取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就事关重大，我们都需要互联网，所以呢，当我们讨论新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来讨论。为了迎接新的挑战，我们支持就是召开搞一个全球数字契约，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看看，就是说未来我们需要迎接解决什么样的新的挑战。希望未来不要搞一个平行的架构，我们已经有 IGF 了，我们不需要平行的一个架构，它已经证明了自己 IGF，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 IGF 框架下继续努力，但是呢，我们加强它，来迎接我们未来碰到的挑战。所以呢，感谢大家，感谢论坛，希望过几天之后我们得出非常积极的结果。我们支持多利益相关方这样的方式，我们在未来继续使用这样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谢谢 Snow。这未来网络的这位先生，非常感谢。我们看一看过去的成就，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果，利用好新通技术和互联网带来很多的益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精神是背后的秘诀。03年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去弥合数字缺口，利用好技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这样的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呢，它是我们整个程序的核心位置，而欧盟呢也是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种方式，它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发展和应对挑战。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链接的问题，包括数字的包容以及使用技术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说到技术的挑战，包括像 AI 和其他的挑战，那最根本的问题它其实不仅仅是技术而已。我们在持续这个进程的当中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这个模型能够与时俱进。刚才 Schnorr德国的国务秘书已经讲到了，我们在欧盟啊，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统一意见的。全球我们应该是这一方面是问题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要统一战线。像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也都有共识。我们必须要确保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维系下来。要想实现这一点呢，我们的这个模型就必须要与时俱进，跟得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同时呢也要去应对其他的一些全球的挑战，就是 GDC 要应对的这些挑战。
VISIS 它就代表着我们这方面的共同的目标。VISIS 加20的这样的程序呢，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提升包容性，让更多的利益相关方能够参与进来。那这就包括性别平等的问题，你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平等的一些问题。你真正要去把多利益相关方的形式跟 SDG 映射在一起去对应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它能够弥合很多的不足，就是只有政府参加的这样的很多的缺陷。那我们呢，欧盟会跟多利益相关方和其他的机构一起合作，在这个 VISIS 这样的程序当中来提升我们的模型，以应对现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达成一个共识的话，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就应该要共同努力朝着那个目标施力。谢谢。谢谢。Antonio Pedro 先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代理执行秘书，有请您发言。这是一个视频啊，我们可以播放一下他的视频发言。各位尊敬的部长、各位阁下、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重要的讨论，来发声。应对国际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峰会的进程当中所面临的挑战， VISIS 的20周年之际呢，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评估以人为本多利相关方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变革的全球数据变革的过程。那我们共同努力来提升 VISIS 影响力和 SDG 的这样的影响力的同时呢，我们必须就要去应对现在的数字鸿沟的问题。我下面要强调三点，非洲面临的挑战，我们在 VISIS 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应对的。第一个呢，就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鸿沟。非洲它现在依然只有40%的人上网，是在普及率方面是最低的。欧洲你看已经达到了89%，还有性别鸿沟和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依然存在，缺乏在精通技术方面的这样的竞争啊，让导致现在用手机非常的贵。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可能占到他们的这个家庭月收入40%，而包括非洲那边的人民现在对于这个流量也是非常贵的，比全球的平均水平要高3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的这样的政策的缺口，在管理这些新的技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样的 AI 啊、区块链啊，还有自动性技术，它都是由非洲以外的这样的公司在控制着。那很多时候呢，政府就没有资源去支持安全的和平等的数据变革。最后呢，我们还缺人，就有能力的缺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洲的这样的学校当中呢，能够上网的只有20%。我们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普及率，而非洲的孩子们现在只有6%到8%的这样的几率能够上大学，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80%。2030年前，非洲会占到全球年轻人的42%，应对这方面的缺口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打造一个包容性的数字性的未来。为此呢，我们必须要实现几个步骤。第一个呢，我们要提升数字素养，提升竞争。我们要打造政策框架，鼓励竞争，同时呢，要吸引更多在 ICT 方面的投资，同时呢，要提升能力和技能，让边缘化的人群能够为他们赋权，利用好 ICT 的技术。另外呢，我们全球和地区的监管必须要实现协同，我们要去弥合连接的缺口。
重点的去关注，包括税收、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以及数据、标准方面的这些问题。合作倡议，你比如说像非洲的这样的、单一数据市场，这样非常的重要。第二呢，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地区的这些内容和服务对于提供非融性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让当地的提供的这些服务能够跟 WISIS 的这个程序保持一致。二周年之际呢，它带来非常重要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重塑一个包容性的数字化的未来。让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跟秘书长的 GDC 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来打造一个平等的数字化的未来，为了非洲人和全球的人。祝大会圆满成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佩德罗先生。刚才讲到了当地的这些服务，包括APP 等等，都要符合 WISIS 的这些原则。所以说我想要请大家再用两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多利益相关方主义，这个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来促进这样的一个磋商性的这样的一个进程，这非常重要。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一个人掉队，那就是让所有人都要上网。你刚才讲到了持发目标，它之间的这样的相互的这样的联系啊，我们觉得 WISIS 它应该是 SDG 的基础。我们刚刚推出了一个报告，里面就证明了，如果说你能够利用好信息技术的话，是可以在所有的 SDG 目标方面实现加速的。而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不容忽视。我们还有很多的未尽之业，我们也可以做到，这能够带来很大的希望，帮助我们实现 SDG。 Whittingdale 部长，非常感谢03年首届 WISIS 的会议我没有参加，2015年在纽约的时候我参加了，代表联合王国发言。我觉得当时讲的很多内容呢，现在依然适用，尤其是 IGF，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帮助我们打造一个开放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是我们整个发展的议程的重中之重。我也同意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 IGF 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要让它在就我们不要另起炉灶做同样的事情。另外呢，我也想要强调人权和根本的自由，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一切互联网发展努力的核心，包括我们讲到的治理的问题、治理架构的问题。我们刚才讨到了很多的挑战，比如说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网络犯罪、虚假信息、仇恨言论带来的一切的挑战。在所有的这一切当中呢，人权和基本的自由，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在线下和线上都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讨论的核心当中。非常感谢村井淳先生，谢谢。互联网基础架构和技术都是日新月异的在发生着巨变，这包括地面上的还有空间的这样的基础设施，这能够空间的这些基础设施也是帮助我们在地面上能够大家获取更多的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你说现在它已经是不是联系到以后到月球和火星上都能联网了，所以现在的技术真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发展，还有一些应用的技术，你比如说社交媒体、云服务、智慧城市以及人工智能等等，
也都能够极大的影响社会。所以 IGF 和 WISIS 程序呢，也应该把这些新的这些利益相关方给他们打开大门，让他们来进行开放性的讨论，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谢谢啊 Tripti Siha 女士，谢谢。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啊，彰显了一点，就是独立相关方的这样的模式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打造一个包容性的数字未来，弥合数字鸿沟，为全球赋能。 ICANN 作为这样一个模型的一份子，协调互联网的发展，就是互联网的这个技术基础方面呢，我们其实是 IGF 的最有力的支持组织之一。未来呢，我们应该要去坚守我们的原则，就是包容性的原则，确保互联网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促成改变，要向善，要实现平等。我想说，国际社会马上要去庆贺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汲取经验教训，汲取智慧。这个我们的模型是可以改变的，它是包容性的，而且呢，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呢是非常有效的。展望未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建设性的探讨呢和讨论就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未来，就是平等包容性和赋权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最后，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很多 AI， 我们也讨论到了过去20年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未来20年肯定更有意思，我们还根本就没有认识到 AI 它将如何影响我们，如何会改变世界。还有一个技术我们根本就没有讨论到的，就是量子技术、量子计算、量子传感器、量子互联网，这样的变化也是会根本上的来带来变革，促进创新。所有的这些创新呢，它都是一个开放性的互联网所带来的，它是一个创新性的平台，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它。就像木村村井淳先生讲到了，我们呢必须要不要忽视刚才包括太空的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谢谢。再讲到这个 ICT 啊，它非常的重要，能够让我们实现有意义的连接，同时呢让更多能够获取到服务，包括获取当地语言的这样的内容，加速我们的这个转型，提高大家的技能和能力。在投资方面啊，要实现这些技术的这样的投资，政府是的投资是不够的，所以私人部门呢应该是合作伙伴，而且呢应该要引领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要加大企业的投资，打造一个赋能性的这样的环境，这也非常的重要。 IGF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打造这样的框架。 Sager Gisvik， 非常感谢20周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回顾数据化方面的机遇和挑战，还有我们审视我们的需求，我们要设定新的目标，实现一个更加包容性和平等的未来。挪威，我们在看我们的基础设施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到我们需要继续提高我们的基础设施开展更多的对话，应对我们的关切。我们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复杂，比以往更加的复杂，要想要更好的进入这样未知的海域呢，我们就要更好的利用好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要有包容性提升信任，让更多人能够发声，包括新创企业还有年轻人，还有当地的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社区的特殊的需求，还有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让他们都能够发声，他们能够共同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我们想要的物联网。同时呢，我们要重新制定成声明我们的决心，要有问责机制和道德方面的这些准则。在讲到 AI 啊这些方面呢，我们要实行最高的这样的道德标准，保护好隐私以及人权。展望2050年以后的 Oasis 呢，我们应该要更好的去利用好这些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让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一个更加绿色、更加负责任的数字化的未来。IGF 在 Oasis 加20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开放包容性的以信息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讨论应对这些挑战把握好机遇我们呢也希望能够为此进一步尽力。所以呢，今年早些时候挪威宣布要在2025年举办IGF。 谢谢Milo Ramino， 你听到这个消息很好啊，非常振奋人心。我想要讲两点。如果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这样的形式能够可以得到加强的话，它能够就是实现20年前我们所设定的目标的话，那我们作为民间社会，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也有意愿实现这一点，但这种意愿它不仅仅是意愿本身，它还要辅之与支持。这样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形式呢，它这是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支持的。我们都知道治理的程序和结构有很多，而且都各不相同，很难去跟上他们所有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要让这些不同的这些程序能够联系起来，而不是互相割裂的，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些程序。特别是要把 Oasis 的进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全球数字契约这些进程呢结合在一起，否则呢就会出现条块分割和治理的碎片化，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是打通的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经济治理，在这样的一个治理架构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合作。所以呢，这既需要政治上的意愿，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谢谢，感谢我们的各位讨论嘉宾。我们也听到了多利益相关方的做法、思路，同时呢，在互联网治理当中，我们也遇到了诸多的问题。我们要把各个机制呢彼此打通，而不是彼此割裂。那么要想克服这个挑战呢，我们需要通过 IGF 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 IGM 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框架，来理顺这些复杂的关系。好了，让我们一起鼓掌，来感谢我们几位讨论嘉宾，也请几位讨论嘉宾呢来到讲台的中心合影留念。